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下肢的肌力训练，包括我们的腹部、臀部以及我们的大腿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要请你注意两件事情，保持顺畅的呼吸以及暖身和缓和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做完完整的练习的话，你可以把每一个部分都稍微缩短一点点的时间，但是不能只做主运动而已。选择好你想要的强度，选择好你要做几组都可以，不要取舍掉你的暖身和缓和动作哦。准备好毛巾、水、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腹部的肌力训练。在待会躺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脖子太酸太紧了，随时都可以把你的脖子轻松的躺下来休息一下再继续。我们利用练习你的肚子以及你的背来保护你的脊椎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脊椎有一点点侧弯，微微的，或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挤压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动作来巩固你的脊椎，保护我们的身体。从简单的坐姿暖身开始，将双脚弯曲踩在地板上，两只手轻轻地搭在膝盖的上方，吐气，身体向后，再回来，往后，再回来。每一个向后的时候，把你的腹部往内收，身体是圆圆的，好像一个 C 字形的感觉。往后躺，再回来。如果你觉得身体向后，你的脊椎会挤压到地板的话，动作先做小一点点，或者是你在屁股的后方垫一个小小的毛巾，缓冲一下你的背。可以的话，尽量把腹部往内收，再放开。每一次收的时候，不只是往中间收，也要感觉它是往上提的。所以，想象你的身体从底下写一个 C 字形，往头顶，一样的路径回来，吐气，一个 C 的形状，圆路径回来。我们再做几个，向后，回来。向后回来，每一个往后，记得肚子收的力气比腰挤压的力量多一点点。我们准备让身体停留咯，大概在刚才的一半就好。两只手找到大腿的后侧，双脚轮流上下上下活动一下，动一动你的脚，感觉一下身体的力量还有没有保持往内收稳定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脚的动作缩小一点点，以肚子跟背为主。好，我们将双脚弯曲，脚收进来，身体往中间靠近，拉长出去，再次往内收，拉长出去，最后一个向内收，拉长向外，把脚收进来，稍微停留，把脚放松下来。接着我们让身体躺下来，来到地板上，双脚弯曲，我们踩着地板，两只手呢先放在臀部的两侧，我们感觉一下腹部往内收的力气，臀部卷上来，跟刚才一样 C 的动作。所以刚才是大大的 C， 我们现在只要做小小的。你感觉到臀部卷动，髋关节卷动，腹部收，再放松，卷，再放松。如果感觉不到力气的人，你可以用一只手放在肚子的上面，每一次收的时候，感觉你的屁股抬起来一点点，再放下来，臀部往上，再往下，往上，再往下，往上。我们要准备停留在这里咯。腹部收紧，双手借我向上，手指头扣在一起，肩膀脖子离开地板，我们往上提，做十下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放
松你的身体，手轻轻放下来，双脚踩住地板，我们做一个桥式向上推。我们让屁股呢画一个四方形，臀部向右、向下、向左，再向上。我们持续做这个动作，维持顺畅的呼吸。当你在做这个骨盆时钟的时候呢，你要感觉到你的背在出力，往上推的时候腹部用力，右、下、左、上、右、下、左、上，准备反方向，左、下、右、上、左、下、右、上，最后一个左、下、右、上，让屁股维持在中间的位置，双手过头伸展，两只手找到大腿，吐气，身体上来，吸气放松，吐气往上，放松吸气，再一回吐气向上，放松，臀部的高度尽量不要改变，很好，我们做最后一个向上。放松，把两只手跟两只脚都往上抬高，四脚朝天，膝盖可以放松，肩膀也是放松的。我们只做那个画小 C 的动作，臀部上、下，肚子收、放、收、放、收、放、收、放。每次收紧的时候吐气，吐气收、放、收。放，最后三、二、一，放松下来，两只脚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。待会我们相同的动作串联在一起，再试一趟。双脚弯曲踩住地板，臀部收紧往内卷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留，双手上，往上抬，小小的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双手向后，桥式臀部往上，画两个骨盆的时钟，轻轻的向右、下、左。上、右、下、左、上，反方向，左、下、右、上、左、下、右、上，臀部在中间，身体上来，上、下，吐气哦，吐、吸、吐、吸、吐、吸。吐，吸，最后三个，三、二、一，臀部放下来，四脚朝天向上，肩膀、膝盖放松，往上卷腹，上、下、上、下、上、下、上、下。在练习这一组动作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，动作不需要看起来很大。小小的也没有关系，要真的感觉到你的肚子在往内收紧，用力的感觉，而不是用你的脚去带动。我们做最后两个，一个，放松你的手，把手呢轻轻的抓到你的右小腿，左脚放松下来，大腿靠近身体，背尽量贴紧地板，相反另外一边。左脚，两边轮流，我们做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，试着把头抬起，让背贴得更紧。所以你在做脚的动作的同时，你的屁股还是刚才那个小小的 C 字形往内卷进来的力量。你可以带上一点点的身体，轻松的往右、往左看。
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身体回到中间来，放松双脚向上，打开你的双手，肩膀的宽度，两只脚一起向外开，再合起，向外开，再合起，最后一个向外开，再合起，脚留在你最远的位置，双手借我过头伸展，掌心一样朝上，吐气，身体上下上下。如果觉得脚太酸紧了，你可以把这个 V 字形缩小一点点，重点是在你的身体上来，一样随时感觉臀部卷，腹部收，再放松。我们再做五次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让身体回来，膝盖弯曲，脚放松，手也放松，身体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。我们从刚才那个抱脚的动作再试一回，右脚弯，左脚伸直，右左右左，身体抬起，轻松的转，右左右左右左，最后五四三二一，回正，双脚向上，手打开，脚也打开来，合起，开，关，开，关，选择一个你想要停留的位置，臀部收，腹部卷，双手带上来，身体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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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还有五四三二一，把脚轻轻的合起来，膝盖弯曲，抱着双脚，左右动一动。如果你觉得脖子也会酸的人，一样在这里，我们摇摇头，把脖子也放松动一下。你可以经过侧躺坐起来，或者抱着大腿，让身体往上坐起。我们让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行，最后伸展一下你的背部吧，让双手放在大腿的上面，我们做一个转圈，身体向右、前、左、后，再两圈，右、前、左、后，再一个，右、前、左、后，相反边，左、前、右、后，再一个，最后一圈，身体回到中间来，头轻轻的向右，左手向下，伸展一下你的脖子，向反边，右手往下，靠近地板，中间双手扣背放松，摇摇头和点点头，手臂往上提高，我们吸口气，双手打开来吐气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肌肉有没有变得比较有力气呢？如果有某一个部位你觉得特别的难使上力气的话，可以建议你先把动作从小的动作开始练起，或者你用手来帮忙放在身体的部位上面，提醒他现在是他需要用力的时候。几次之后呢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己出力咯。持之以恒的练习是最重要的，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爱护我们的身体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